天皇陛下の中国訪問問題について宮沢総理が総書記にお話になったことに総書記は 100% 満足しておられますか？也是出于这个发展我们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样一个出发点。那么至于就是日方怎么安排，这是由日方考虑的事情。我想由于众所周知的这么样一个原因，日本向海外派兵恐怕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所以作为友好的邻邦，我们希望务必谨慎从事。我的含义就是这些。